我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，什么时候做的决定，哦哦哦，一个从小没有唱歌习惯的人竟上当歌手，这个决定差点闹钟，加了个名单好像没有，爸爸妈妈姐姐现在都全心全力为我加油，但做一个大学生也无业游民，家没有工作，还是觉得我终究一事无成，那么的多的人对我是充满期待，而我没办法交代，感到一事无能，所有的亲戚和家人在高雄，这么多年的好朋友在美国，而我在新加坡，我说我，你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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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新加坡 ，Here we go，one two。